校长，快点讲！请你给晨曦一个机会。这件事等一下再讲。我是他的机缘老师，现在不说，恐怕再也没有机会了。真的，这件事等一下再讲。我不会放掉机会的。你知不知道，我一个屁就能坏事啊？我不管，你不给他机会，我就不让你进去。 晨曦犯的错是太严重了，我一定要开除他的。校长，求求你。校长。讲，校长，我有急事找你。讲，校长，快点讲。请你给晨曦一个机会。这件事等一下再讲。我是他的机缘老师，现在不说，恐怕再也没有机会了。这件事等一下再讲，放手啊！我不会放掉机会的。你知不知道，一个。 屁就能坏事了。我不管，你不给他机会，我就不让你进去。校长，有急事找你。讲。校长，快点讲。求你给晨曦一个机会。 这件事等一下再讲啊！我是他的经纪人老师，现在不说，恐怕再也没有机会了。等一下再讲，你先放手吧。我不会放掉机会的。你知不知道，一个屁。 知不知道，一个屁就能坏事了？我不管，你不给他机会，我就不让你进去。晨曦犯的过错太过严重了，我一定要开除他的。校长 ，please。 校长 ，please。校长 ，please。 校长 ，please。 校长 ，please。
校长 ，please。